好，我是从苗栗县的卓兰镇。那我本身是参加丰原慢跑协会。参加这个马拉松，大概这一个部分参加过多少场啊？我从1999年的12月11号开始跑马拉松到现在，所以总共历经了5年3个月。那这一场是第100场的马拉松。那为了要，因为我之前都是跑全马42K，那最多只有跑过50K 而已，所以这一场也算是我第一场的100K。那为了要纪念我能够完成白马，所以我用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来完成我的100码，就是我可以跑完100公里，所以我是跑100K 来庆白马。有没有特别选择南横的这个100K 的原因？基本上这个南横的100K， 它位在台东的关山。那我觉得，一方面是它历史比较悠久，一般人认为说100K 好像就是南横100K 比较有名。那我想说，难得来台东县这边跑马拉松，我印象中只有来跑过一场，就是鹿野马拉松。那这一场是我第二次在台东县跑马拉松，我觉得能够开车开那么远来台东县，就是要给它完成一个比较长的距离，就像100K 这样子的距离，这样子感觉比较有意义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你从什么地方到台东来？我从香港来的啊，因为我去年呢就跑过这个比赛，所以风景很漂亮啊，所以今年再来一次。今年我们香港有7个从香港来的朋友都来参加这个比赛，因为我告诉他们风景很漂亮啊，所以他们都一起来。玩100公里啊！来的全部都是你们都参加100公里、啊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来的是100公里啊！所以你去年100公里，你有看到云海吗？去年就没有看到云海，但是风景都蛮漂亮啊，因为从山边人都山水都很漂亮啊，所以今年再来一次。来